平安打平安啊，应该都平安吧，应该还能在这里的应该都是平安吧。好啦，你们有没有事的啊？我知道有那种就是家里面模型碎光光的，但希望都没事好吗？等一下，先等我讲规则，谢谢阿维加入19个月大的大圣母的，哇，阿维嗨，平安，哎，真的那个平可以拿来样子用，好好好，平安平安，好，哎呀，芝麻蛇圈，芝心蛇圈，等一下，小李子，等我先讲，等我啦，好，我先讲哈，哎，总共呢，我们有10张饼皮可以让我们玩，我会去，反正随便啦，我会去想办法弄出10张润饼皮。然后呢，等一下只要买150块，你就可以在左边的转盘加入。啊，你吃饱没？缤纷了。等一下，食材的定义就是可以吃的，是真的可以吃的，不要叫我吃卫生纸还是什么，叫我吃宝特瓶什么的，是真的可以吃的东西，好吗？然后呢，像刚刚你们有投的，好比说现在左边看到的这些食材是原本很正常的食材，是我在吃润饼的时候都会包的食材，但是呢就是会有小王八蛋啊投什么月饼啦，什么芝心蛇圈圈啦，芝是哪个芝？诶，是不是又在摇？等一下啊，对，在摇。有哦，诶，等一下，我们先说好，等一下你们开始觉得状况不对劲的时候先关台逃命好吗？不要在这边看了好不好？芝心蛇圈圈，今天一直摇，芝心蛇圈圈，然后第三个什么？缤纷乐。啊，你吃饱没？跳跳糖跟墨鱼汁，我要去哪弄？我要等一下，跳跳糖就算了，墨鱼汁是什么概念？我要去哪搞来墨鱼汁，然后还有什么？墨鱼汁、跳跳糖。等一下，墨鱼汁不用墨水代替吧？你帮我吃，你过来帮我吃，好不好？你过来帮我吃。京都念成川贝枇杷膏，你认真，你要认真欸。你要认真，香蕉。等一下，我都还没讲完，让我先讲完。老杨又在摇，对啊，一直在摇耶。大家都平安吗？应该平都平安啦。啊，老杨那边还好吗 ？OK， 好啦，能在这边讲话的应该都还好啦。小镇不用他，大镇逃不了，还是要逃一下，好不好？还是要逃一下，好不好？那好，反正呢，你们只要有丢。啊，你吃饱没？我想加雪球，雪球可以吃，对吧？雪球加雪球，那我把它找来耶。雪球，好，我先跟你们讲一下，先让我讲完，好不好？先让我讲完啊！你一次投三个是怎样啊？蒜味润饼，啊，你吃饱没？绿豆，啊，你吃饱没？好，肉粉圆。加了四玉米片巧克力口味，你还指定口味是怎样？加了四巧克力口味，霸王润饼皮包得下霸王吗？我先说我包不下的东西，我就是会取一小块来包好吗？但是像刚那个什么芝心蛇圈圈的，我很确定包不下。啊，你吃饱没？哈密瓜，这个季节有哈密瓜吗？肉圆，哈密瓜，好，什么肯德基青花椒炸鸡，这个还有哦，这现在还有哦。
好，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让我讲完。好，我们有十张饼皮，然后左边你有看到了，就像这样子玩，你只要丢150块，你的食材真的要能吃的食材就会放上去。然后呢，不管它可能很大，但是呢，我会想尽办法把它包进去。那等一下呢，我们每一个整点，就是好比说我们等一下会到，哎呦，哎等一下，好晃，等一下。我要逃吗？哦，好烦哦！今天的节奏会一直被这个东西打断，我很抱歉。但是，啊，对，今天没办法，这也不是我愿意的。这有三集吗？我觉得这大概两集而已吧。对，生命要紧，你们等一下摇了不对劲了，也把台关掉，先出去好吗？黑加力软糖。哎、欸，不错啊！你们至少都六六六六六六，没有，并没有不错。我也想说，你们都点甜的给我。西瓜，没哈密瓜那西瓜，这才四月哎、欸，西瓜。好，反正呢，左边看到这么多食材，然后我们有十张饼皮，然后基本上呢，我们会每一个整点，等一下我们就会等到五十分，然后会转三个食材来包在一张饼皮上面。那下次呢？我就要准备这些食材。你吃肉不？你吃肉不？蚂蚁，蚂蚁是什么？我还要特别跑去台中买哦。蚂蚁，真的有这个东西哦？什么曼陀珠薄荷口味？曼陀珠薄荷口味，好，好，我真的不知道蚂蚁是什么，但是说不定等一下转到了我就吃它。然后呢，我们有转到的食材，因为怕说会一直重复，所以有转到的食材。就会先把它移开。那如果你真的希望我每一张皮都出现你讲的食材，那也只能请你每一个整点都丢，好吗？那我们尽量让每一张饼皮都有不同的滋味 ，OK OK。拔辣瓜，拔辣瓜什么？拔辣瓜什么？拔辣吗？就是拔辣吧？拔辣瓜是一种食物吗？还是拔了？蚂蚁夏天才有，对啊，芭乐干哦，芭乐干哦，芭乐干。哎、欸，我有一阵子啊，超喜欢吃芭乐干哎，就是我有一阵子的点心，你们可能会吃奇多、多利多滋、乐事什么的，但是我有一阵子就是我没有办法吃洋芋片，因为我每次吃洋芋片，我的舌头都会破掉，因为洋芋片太咸。然后它的调味料太多了，所以我那一阵子很沉迷于吃果干，然后最喜欢的是芭乐干。你吃饱没？欧卡说烤鸭，烤鸭，哎，150块烤鸭你要去哪买呀、啊？哪里有烤鸭150块就给我？他是切两片给我是不是？烤鸭，好，烤鸭，哎，我嘞，两。蝙蝠侠，你要不要说清楚一下？你的意思是希望我在润饼皮里面再包两片水饺皮？是安内不？哈，是安内？你是这个意思吗？两片水饺皮，还有什么沙茶酱？哎，终于来一点正常的沙茶酱。有哦，淀粉加淀粉。欧卡说要烧鸭。我们现在有几个烧鸭了啊啊啊啊啊！烧鸭，真的假的？面粉加面粉，我就想说会不会有人那个，其实我在开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会不会有人丢润饼皮，然后我就在想说什么润饼皮包润饼皮，什么这是什么意思？润饼皮里面包润饼皮真的很奇怪，一份洛可洛斯的处理过的食物，干你是要毒死我是不是啊？他做的东西能吃哦，我会被毒死哎、欸！你们会看到那个主播，我就那个我不是因为地震震死的，我是因为那个吃了洛可洛斯特煮的东西，救我！大人烧神教叫我吃洛可洛斯特煮的东西，然后我就死掉。对，你们一定会看到这样的景象了。欧卡说要蛋饼皮，你们哎、欸，可不可以不要再那么多皮了？我们可以不要皮，不要皮上加皮吗？
赵可乐斯特怎么在这里啊？啊你，欸对耶，你回来了。阿里假爆鬼，阿里假爆鬼。阿里山山葵，阿里山山葵，你要我去哪里找？阿里山山葵，还要指名阿里山的哦。皮蛋，哎、欸，我是吃皮蛋的，还好。皮蛋 ，OK 啦，我觉得皮蛋还好。哎、欸，想想看，阿里假爆鬼，阿里假爆鬼，来个正常的鸡胸肉。来个正常的鸡胸肉。有人会在润饼皮里面加鸡胸肉吗？鸡胸肉润饼，你们吃的润饼通常都会包什么啊？很基本的应该就是花生粉、甜辣酱啊，有些会有高丽菜、豆芽菜，还有什么阿里加爸伯，阿里加爸伯，好的葱油饼。我润饼比葱油饼小欸，我要怎么包葱油饼啊？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葱油饼纳豆，我这辈子我没有吃过纳豆。我先想，我真的没有吃过纳豆哦。我真的是鱼皮可以带肉，秀饼啊，秀饼，我就说你们会教坏他啊，我就说过不要吐槽他，你说不定等等会感谢他。你说哪一个？哪一张？我可以直接做一份帮你外带，我会死，真的。你要我死，你就直接讲，真的不用这样子。葱油饼可以包半张就好，是没错、啊。再来一个鱼皮，你们哎，鱼皮哪是这么容易能取得的东西啊？鱼皮、鸡胸肉啊，啊、哦，对耶，鱼皮哪里可以买？特别买得到鱼皮啊？全联有吗？阿里假爸爸，阿里假爸爸，我们来点正常，点过猫。过猫是正常的吗？呸！松饼炸鸡，松饼炸鸡溏心蛋是怎样啊？啊！过猫，哎、欸，你们会过猫？有人会在润饼里面加过猫哦？真假？多利多姿，不行不行！你要嘛就抖玉什么松饼炸鸡。溏心蛋还有什么？那可以星星好哎，百叶豆腐，百叶豆腐其实蛮轻松的吧？哎，好了，先来看第一张了。我们来看第一张皮要吃什么哈？啊，来喽，来份正常的吧。叉烧拉面里面的面，你还要我特别去拉一碗叉烧拉面？好，你下一轮，等一下你下一轮，好，来了，我们来看第一张。那个润饼皮要包什么？我应该吃不完啦，十张应该吃不完。我要那个可能要戴伟伟帮我吃。哎、欸、哎、欸，结果是我自己准备了很正常的豆芽菜。哎、欸、嘿、欸，哦，不好意思啊，这个转盘这样子转，我也是没办法啦。他就是希望我吃正常一点的东西嘛，对不对？豆芽菜，这是我一开始准备的那个题目啊。准备的那个，好，还有九张，磨牙西，他怎么这样？好，我把豆芽菜移除，好不好？豆芽菜移除，我们来看看豆芽菜，要看看要配什么啊啊啊！来喽，对啊，才第一张而已，我们稍微那个轻松一点嘛，轻松一点。豆芽菜配啊？我是不是要去虾皮？有人可以告诉我这个阿里山山葵要怎么弄到吗？刚刚投的人可以告诉我你是怎么投？我要怎么取得这个东西吗？我上 PC Home 他会24小时给我吗？我去 Momo 找得到吗？我去虾皮找得到吗？还是我一定要飞一趟阿里山？去阿里山啊？我不会开车，所以我没有办法去阿里山。OK， 还要限定阿里山？对啊，你还限定阿里山的，很过分哎、欸！阿里山山葵面交啊，阿里山取件，淘宝有，淘宝怎么会卖阿里山山葵？我没有听错吧？淘宝怎么会卖阿里山的山葵？阿里山之旅起哦，虾皮有卖，虾皮有整罐的85台币，真假？
啊，豆芽好啦，豆芽加山葵感觉还行啦，我觉得。Momo有卖阿里山山葵酱，好好，山葵酱也可以啦，还 OK 啦，只是有点难取得而已。但是我觉得 这片饼还算正常。还是你有认识阿里山的原住民？没有，没有，没有，不要再消费他们的啦，不要再那个了。来来来来来，下一个是。过猫欸，那这一片就是单纯的蔬菜饼啊。过猫，过猫这个产季有吗？这个季节有过猫吗？对啊，好清爽的组合哦，草本饼，素润饼，真的耶，真的是素润饼。真的耶，好好，我们先确定了我们的第一张饼皮。上山采药系列，对啊，好山间野味哦，这个感觉就是你去那个，好，我们开始下一轮了。刚刚是那个老杨投的是那个吗？叫什么拉面的面条？好，我还要特别去吃拉面，然后我跟他说，我要不好意思，我要外带面条，是这个意思吗？我要带过来吗？是吗？是这样吗？懂了，这张要自己摘。真的耶，感觉这张润饼就是山上原住民餐厅会卖的。对啊，我也觉得耶，就是阿里山的那种阿里山餐厅景观餐厅会卖的组合耶，好像不是很难。我觉得第一张蛮安全的，目前看起来还能吃耶。来份鸡爪，鸡爪，你绿豆现在丢到棉花上开始长，不要，我去买现成的就好了，我干嘛自己来呀、啊？为什么？等一下我要喝个水。对啊，第一张看起来就是很普通的润饼，有机润饼，感觉第一张就是拿来当开胃菜挺适合的，它就是稳稳的。但是阿里山山葵酱是不是又在摇 ？Hello， 是不是又在摇？看琳达嘞，怎么一直又在？哦，我的书桌摇出声音了。蚵仔煎，就在我在想是不是我头晕还是正在地震的时候呢，我们的大燃烧神教又供奉了一份蚵仔煎，然后我们的阿芝贡献了一份鸡佛会爆浆，哎、欸，干，有点大，有点大，操，干，有点大、欸，等一下，我如果开门直接不见，绕干，应该是可以的吧？你们不会觉得我很不敬业吧？可以吧？还在咬吗？一点点，剩一点点了。好，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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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今天已经被摇到。Never gonna give you all, never gonna let you down。没事，不是这个摇，不是这个摇。好的，我来看一下啊。蚵仔煎，蚵仔煎，跟什么？阿芝贡献的鸡佛。鸡佛会有卖单？鸡佛他，我要去哪里找鸡佛啊？全联会有吗？全联好取得的牛肋条 ，OK， 牛肋条还蛮正常的，我 OK。旺仔小馒头 ，OK。使劲摇。传统市场哦，可是现在清明连假哎，还是我要到清明连假完结束，我才有办法。阿力假爸伯，阿力假爸伯，威灵顿牛排，你才投个150块，然后跟我说威灵顿牛排，威灵顿牛排不是很贵吗？不是一克都要什么1500什么的吗？威灵顿牛排，还是我去那个肉铺，然后我去那个说。威灵顿牛排，然后我跟他他问我说要多少的量，
我说嗯，我要150块的量，然后他就会准备给我。啊，我真聪明。没错，我要去那种什么，好比说什么 CT Super 啦，那种外国超市，那种有那种肉铺的牛肉铺，还是什么什么汤姆什么肉铺的，然后找威灵顿牛排，然后我跟他说我要切150块，150块会不会其实还蛮多的啊？苏丹来的红辣椒粉，你故意的是不是啊？你要毒死我是不是啊？你是不是存心希望主播等一下吃一吃，然后就哎呀呀呀呀呀呀，苏丹红啊呀呀呀呀呀，等一下会不会出现保嗯茶室的什么东西？你们会不会这么过分哈？苏丹来的什么辣椒粉？对啊，你们要我吃润饼，然后变成在祭祖了耶！你们是不是希望我吃润饼，然后顺便吃一吃，吃一吃就顺便可以帮我上香了？你们是存心想要这么做，我就知道你们这群没血没泪的家伙真是恶毒，居然想要毒死自己的主播。现在当台币还要随时冒着要被观众毒死的风险开台。谢谢 CC 加入20个月大大大圣母汤，你出事了，基基君会上位代替吗？目前我们是尚未有这个想法 ，OK？ 不要靠腰了啦，干闭嘴啦！一讲话在那边卖靠腰，统一布丁，干统一布丁装进去都已经湿掉了，要怎么吃啊？统一布丁，对呀、啊，写考哦，一出现在那边卖靠腰啦，你是怎样？今天那晃，把你的那个 EQ 也晃掉了，是不是？啊，喝口水，大不了丢冷冻库。哎、欸，有道理耶，我应该先把它冷冻，然后让它可以切的。哎、欸，整点了，整点了。阿 Q 桶面，你们两个是谁派你们过来的哈？谁派你们过来，然后讲一些这些不三不四的话啊？好了，来喽，我们来看第二张皮，我们来看第二张皮要吃什么啊？准备，来喽。第二张皮，哥再见。哎，我要去哪里？我要去哪里取得哥再见？好，我先想一下，我要先把蚵仔煎拿一块，然后包到润饼，拿到润饼里面。夜市，哎，现在150块买得到蚵仔煎吗？夜市的话，蚵仔煎，我要为了这片润饼去买一个蚵仔煎，好。蚵仔煎150可以买得到哦，真假？好、啊、我上次听我朋友说他们去什么夜市啊，我忘了，反正就台北的某个夜市，然后他们说他们去那个专门弄蚵仔煎的店吃了，才两个人而已，吃了快500块。我说干，你们怎么吃的？然后我就以为蚵仔煎是很贵的东西。哎，请问一下，这个蚵仔煎是洋芋片还是真的蚵仔煎？是真的蚵仔煎吧？刚刚投这个的人是真的蚵仔煎吧？卖到150也太贵。可是我不知道他们去哪吃的，但反正就是他们吃到两个人500块，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吃的，还是他们其实一个人吃两片，是吗？随意。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食材是什么啊？他们的蚵仔煎是鲍鱼龙虾吗？还是现捞的？海上刚活跳跳的上来的蚵仔煎配什么？不可能吧 ，Look！
知道，我刚才发现我忘记关窗户，所以我觉得隔壁邻居可能会以为我是因为地震被什么东西打到，然后发出这种哀嚎。你们让我去关一下窗户啊。谢谢纯外星星二号加入十二个月大大大圣母汤，这个也太赞了吧！我真的是你真的是，干你要毒死我是不是啊？他的煮的东西能吃哦？对啊，对啊，我没有做过二阿姐，我会加油的。没有，他的意思应该是要二阿姐，然后再加上你处理过的熟食。你可不可以去那个全家，然后帮我就是微波东西，这样就好了，可以吗？洛克洛斯特，我们先讲好哦，好不好？反正你弄过的东西，你把全家的东西拿去加热，这也是算弄过的东西吧？水煮开算熟食吗？然后你要让我弄一勺水下去吗？那也是可以啦。阿嬷煮水会焦吗？超级侮辱！不算哦，屁啊！我会煮辛拉面，我不相信你煮的辛拉面，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不可能，不可能。我们好了，洛克洛斯特处理过的熟食可以移除咯，反正我们已经抽到它过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把它按移除。我们来看第三份食物有没有办法有机会让这块饼稍微吃起来不会让我挂掉呢？我们来看哦，我们来看第三个食材是什么呢？啊，你吃饱没啊？你吃饱没？还蛮正常的。双层纯牛肉独特酱料加生菜、起司、洋葱、酸黄瓜、芝麻面包盖上去。起司、洋葱、酸黄瓜、芝麻面包盖，芝麻面包盖上去。现在还有这东西吗？还是你要吃咖喱？我很会煮咖喱。你要帮我煮咖喱酱，然后配鹅啊煎吗？你确定吗？好辣，给你鸡精补一下。谁会在？饼里面加鸡精啦，我就问你，双层纯牛肉，啦啦啦啦，哦对，这个就是大麦克啦，我想起来了，大麦克，同学活动结束咯，怎么办？第二片也好正常，真的好正常啊，真的好正常啊，不对吧？你吃饱没啊？你吃饱没？我就问，谁会在润饼里面加蚵仔煎？热可可。鸡精，热可可，我要保护主播的胃，益生菌，我谢谢你，益生菌。等一下，如果是什么，好比说超级超级不健康的东西，然后配上益生菌，然后我一定就是老塞。我跟你讲，我真的会老塞，我真的会老塞，我处理过的绝对可以吧。溏心蛋，我这一片饼会有两个蛋做成的东西耶。好，我们的第二片饼皮呢，就是蚵仔煎，然后阿嬷要毒死我的东西，然后跟溏心蛋 ，OK。小熊软糖，现在要去哪里买到小熊软糖？现在还有地方在卖小熊软糖吗？小熊软糖，硬白点乳水饺，我尖叫！雷茶，你认真？你吃饱没啊？你吃饱没？加点辉达的爱心料理，相信达主播。你们吃
存性要毒死我吧！啊，你们找随随便，你们找一些奇奇怪怪的食材就算了，你们还要找奇怪的食材，然后让奇怪的人来为我料理，是这个意思吗？鹰牌炼乳，鹰牌鹰是哪个鹰？鹰牌炼乳水饺 or 煎饺，然后什么？萝莉，抱歉打错，是洛梨。现在有洛梨吗？阿丽加巴贝，阿丽加巴贝，巧克力，巧克力还蛮正常的，还不错。然后木木这什么？牛肉汤，你故意的是不是啊？你在 BM 我哎、欸，我怀疑你在 BM 我哎、欸、哈！明知道我喝不到牛肉汤，蓝纹起司跟榴莲，陆桥。只要谁转到那个蓝纹起司或榴莲的话，那块他妈的那块就他妈就臭死了。蓝纹起司、榴莲、忘返，我打错字，榴莲。我们马上要准备要到下一个阶段喽，生命之水。你要让我那个饼皮线泡过生命之水的意思吗？你是这个意思吗？无意经过，你是这样吗？这够正常了吧？你看着你的选项再讲一次，陆桥，你看着再讲一次，巧克力，我刚有加热可可了吗？有，巧克力跟威达的爱心料理。把生命之水先弄成冰块。阿丽加八杯，阿丽加八杯。阿华田，阿华田都蛮正常的。抽到我帮你吃，好。我们抽到蓝纹起司或者是榴莲的时候，我就去找陆桥老师。我要包的时候，他就给我在旁边吃。你们说好不好？好不好？谢谢纯爱星星飞鱼罐头。我要去找一个公园来开耶，拜托不要，我觉得我会吐出来，我真的跟你讲会吐出来。中了的话不可以给阿伟吃，不管中了的话我要拿给办公室的人吃，我要拿去办公室。好，就这样，不能只有我痛苦。然后从那天起，同事再也不想跟我相处。好啦，我们要来转喽。好，我们要来转喽。我们的第三张饼皮是什么呢？我们的第三张。阿丽加八杯，阿丽加八杯。什么？咸太正常。辣椒卤肉泥，秋卤肉泥是什么？辣椒酱、风糖椒、黄芥末酱。哎，好哎，对耶，你们怎么都没有想到那个包润饼要那个酱料呢？对不对？好，来啦，猫肉泥人可以吃吗？不行吧？哦，这是一个甜牛肋条。牛肋条，这看起来能吃啦，可以吃啦，各位，没问题。不要纳豆，我没有吃过纳豆哎、欸，我认真没有吃过纳豆哎、欸，真的假的？等一下，牛肋条跟纳豆是成立的吗？这两个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东西吗？纳豆很好吃啊，可是我没吃过啊，听说很臭哎、欸。我家里有很多纳豆，我可以帮你拌300回。你顺便帮我弄一下熟食，然后我就直接去找你拿纳豆好了。完了，牛肋条没了。对啊，你们好浪费牛肋条哦。纳豆好像还行，纳豆其实味道还好。我来了，嗨，纳豆跟。
牛肋条是成立的，但能是混在一起的东西吃吗？对啊，你们好浪费牛肋条哦！牛肋条是很高级的食材耶，然后你们就这样浪费它？认真，纳豆，纳豆，纳豆不会吧？配香菜哦，这么狠哦！这一片在包什么？我们有牛肋条，然后到纳豆，纳豆配牛肋条就怪怪的了，然后又有香菜，好可怕哦！真的假的？真的假的？认真吗？每个食材各玩各的，对啊，每个食材的那个。味道是各玩各的，我还有七张，我还有七张哎、欸，这个我有把握可以弄得很好吃哎、欸，好，那我要拿去给你处理，好不好？我把食材拿给你。吃饱没？爱心手工饼，爱心手工饼干，爱心手工饼干。然后刚刚还有什么？东泉辣椒酱，枫糖酱。黄芥末酱，啾噜肉泥，我真的可以吃这个吗？哎呀，我觉得我吃的那天我会落塞。我跟你们讲，我真的会落塞。我就算不会落塞，我可能也会送去急诊室。我觉得会耶。还有什么？我刚看了一下，打翻签名版的魔爪是什么啊？打翻签名版的魔爪是什么？有特定这个版本的魔爪吗？是这个意思吗？分次吃。我想一下，好像是可以分次吃吗？如果要洛可帮我弄东西的话，那他就得必须一起吃了耶，对不对？跟风一下跳跳糖，啊你吃饱没啊？你吃饱没？对我还真是仁慈啊！少了一个胃跳跳糖，少一个胃跳跳糖，怎么同时两个人叫我要吃跳跳糖？哎，现在跳跳糖还要去那种干妈店哎，跳跳糖不是很好取得的东西耶，我要去干妈店才有办法得到这个东西耶。你分十次就会拉十天啊！我可以帮你做好啦，你吃饱没啊？你吃饱没？玛格丽特大小姐的特制料理。玛格丽特大小姐的特制料理。那我还要去找玛丽。玛丽的东西，我觉得应该就是享受的了。但是他看到，如果等一下，如果真的转到他，然后他看到另外两项食材不晓得什么沙小的话，我觉得他应该会疯掉。超越魔爪，我赞助一箱啦，谢谢。但是等一下可能要抽到才会用到。大小姐的料理，玛丽稳了吧？稳是稳，但是我觉得食材可能不是很稳。被打翻的魔爪，弄湿的跳跳糖，你的先决条件太多了吧？我还要先去弄魔爪，然后还要弄到跳跳糖，然后要先把跳跳糖泡在魔爪里面，然后捞起来，然后再放到润饼里面。会出现中风疾虎，我也觉得他会看到就想说，面影摆上你到底在弄什么东西？我觉得他会这样讲，他一定会这样讲的。被魔爪被打翻的魔爪弄湿的跳跳糖，跳跳糖我有投一个哎、欸，加蝙蝠侠就有四个了。对啊，现在到底有几个跳跳糖啊？现在有好几个跳跳糖哎、欸，都找玛丽了，来份木头狼的料理。我们这个企划，我们这个我先说人家有空我才有办法请人家哦，我们不要去造成人家的困扰 ,OK? 啊你吃饱没啊？你吃饱没？唐吉诃德卖的饼干。唐吉诃德的饼干很多耶、欸、超苦苦茶，这是我第一个 SC, 我第一次就献给你了。阿狗不要在这时候献给我。
啊，超苦苦。那所以我要怎样？我要先把润饼去泡苦茶，是不是？是这个意思吗？是这样玩的吗？吃个润饼干人家什么事？还是找你妈来煮？对啊，对啊，对啊。我们如果真的就是那个转到要麻烦人家的，我会斟酌一下，好不好？我可能一开始没有讲清楚，但是我们尽量自己的企划还是自己的东西自己处理，我们尽量不要给人家带来麻烦 ，OK？ 木头狼的抹茶，我们尽量不要给人家带来麻烦，但是我还是会去问一下下，好不好？我会尽力，但是如果人家真的不行，我们就不要麻烦人家 ，OK？ 木头狼的抹茶粉。完全不会麻烦哦，我帮你煮，我没有在问你洛克多斯特，我没有在问你泡苦茶，你要我润饼泡苦茶，你是这个意思吗？啊，还是抽到苦茶就要跳跳糖，一定很刺激，你他妈撒旦派你来的是不是啊？可以问人家喝哪家就好，好好，对对对，喝哪家就好了，不用人家亲自弄，我们不要给人家带来困扰 ，OK？ 润饼一半苦茶一半 Monster， 我觉得我今天被地震吓到，你吃饱没？一半魂快没了，超阿贵！我，你们，哎，你们，你知道你们给我的这些题目啊？我还要去想欸，你们给我的说不定只是车马费，车马费说不定都比你们给的这些食材来的更多，你们知道吗？超阿贵，我要去哪里取得超阿贵？不是一开始就问你食材的定义？对，基本上我是想说能吃的东西就好，但是我没有想过说你们这么有创意啊。我现在不知道你们这么有创意，超阿贵菜市场有卖，真假？菜市啊，不，炒阿贵，炒阿果，炒仔果嘛？哦，这样打啦。啊，一目日有超阿贵珍珠，现在还有吗？我可以直接跟他说我要超阿贵珍珠吗？还是我要叫一杯超阿贵珍珠奶茶，然后再把里面的超阿贵给拿出来？然后包在我的润饼里面，是吗？这个意思吗？我已经赞助了 www 超越，你说魔爪吗？魔爪又要魔爪，我们现在真的在做创意料理。你们有哎、欸，你们有发现左边这个转盘根本他妈字已经小到根本看不到了吗？你们有发现吗？左边那个转盘字已经小到看不到了，先转先转，好好好，我们来看第四张饼皮要什么啊？我突然有点后悔，我为什么要弄十张？我有点后悔，你知道吗？来看看第一个是蚂蚁，蚂蚁，我要去台中吗？蚂蚁。好啦，天使选项转到的话，让你从转盘里面自己挑选任选一个，但是选了就要把选项拿掉，不用重复去转。哦，天使派你来的，不像其他人那个收了撒旦的钱就排在这边。太想看了，给你拿去买。太想看了，给你拿去买，买什么？你问有没有台中朋友寄给你？蚂蚁算相对正常的，我其实甚至不知道蚂蚁是什么类型的食物、欸，知道了，知道了 ，Oreo 饼干。好，等一下，等一下，下一轮，下一轮，我们先把这一轮给转完。好，蚂蚁，蚂蚁是像薏仁那类的东西吗？是果菜哦，是菜哦。哦，哈密瓜，这一片该不会也要走那个草本路线了吧？哈密瓜。一种植物的勾芡，蚂蚁是一种草，就做成汤。所以我要先让那片润饼皮泡在蚂蚁汤里面吗？然后再来包哈密瓜，然后再来看看我现在要买什么？
现在第三个会很可怕吗？第三个会很可怕吗？刚刚有哪一个没有加的？什么？哦，天使选项自选，还有什么 ？Oreo 饼干。好了，我们目前前四张好像就只有第三张饼皮有一点不知道在干嘛而已。我觉得。过猫哦，过猫是不是要去真的那种黄昏菜市场才有啊？过猫是这么好买的菜吗？它不是连全联都很难看到的那种东西吗？过猫我只有在热炒店会看到，菜市场有卖菜，过猫有产季的吗？过猫要处理好，怕刺到。有没有那种已经帮我洗好的啊？要去传统市场、菜市场会有豆枣？豆枣是什么啊？你们是在让我认识食物？豆枣是什么？豆枣，它是豆子吗？红红的，上面有芝麻，山蕨还不错。哦，原来它没有分产季的，豆枣就很正常啊，甜的，甜甜的，吃细的。啊啊啊！你说那个红色一条一条一条的那种吗？干，我吃稀饭，我一定把那个挑起来耶，我不会吃那个东西耶。还是你们其实喜欢吃？你们喜欢吃豆枣吗？我完全都不敢吃那种，因为那看起来就好化学，所以我就不敢吃。从小便当或者稀饭，那种毕业旅行有那种豆枣，我就全部都不先挑起来给别人。白饭也不错，你要在我的润饼里面包白饭啊！白饭豆枣是当兵机改神食？真假？豆枣其实我不是很确定豆枣是什么味道，因为我光看它就觉得很可怕，所以你吃饱没？其实没有臭豆腐那个豆枣的食物的建档。臭豆腐你吃饱没？乳清蛋白，乳清蛋白。我先说我是不怕吃臭豆腐的，我还蛮爱吃臭豆腐的。乳清蛋白，乳清蛋白要怎么加在里面啊？我要给它泡是不是啊？粉吗？像花生粉那样撒上去吗？可以加绿色乖乖吗？它就好好放在电脑主机上面不好吗？马粪海胆，马粪海胆是什么？是那个吗？去寿司店然后会吃到的那个吗？海胆啊，
可是还是海胆有分种类吗？还是基本上都叫马粪海胆都没差？马粪海胆就海胆高级的超贵海胆，你他妈投150块，然后叫我吃超贵海胆，他妈的混蛋是不是啊？然后结果等一下一看，一小匙就要1500，然后我就会跟店员说，可不可以给我那个150块的量就好，然后他就会给我那个大概就是绿豆大那么大而已。我要花150块吃马粪海胆，我就只能吃到这一丁点，是吗？上瘾水产，常常看到马粪海胆啊，这是这么常见的食材吗？我知道海胆啦，但我不知道马粪海胆是这么。你吃饱未啊？你吃饱未？小熊饼干，小熊饼干，我觉得我们的食物清单里面好像其实不会到那么奇怪耶，好像现在除了这第三章以外，好像并没有太奇怪的组合。红红的其实是豆汁，但都讲到这了，就加进来吧。哈，有差哦，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个不是豆藻哦，豆汁，豆。豆汁，豆汁汁汁是哪个汁？豆汁有差哦。但你还有6章，不要提醒我啦。第三章明明是很正常的食材，我就没有吃过纳豆哈。我现在这什么豆豉豆不是豆汁吗？那个字不是念汁吗？对吧？树枝的枝啊，不是吗？差不多的东西，差不多不同口感而已。欸，我还真没吃过欸。像现在台面上的豆芽菜吃过，阿里山山葵没吃过，过尿没吃过。欸，过尿有吃过啦。什么主播那个是另一个黑黑的豆汁，不是不是啊，不然在念什么？刚刚投的不是豆汁吗？这个字不是念汁吗？刚刚布斯特头的这个红红的其实是豆汁，豆豉，豆豉什么？所以现在到底要念豉还是豉？它到底是念豆豉还是豆豉？请谁来去那个教育部注音字典帮我查一下好吗？他投豆汁没错，对吧？他对啊，他投豆汁啊，我没看错吧？三声豆豉吗？是这样吗？我们要来看，对啊，我搞得好乱了。我们要来看那个第五章要吃什么了。豆汁的豆是豆汁，豆豉是豆豉，豆汁、豆藻、豆豉都不一样啦。啊，豆，其实我以前会念那个东西叫豆鼓欸，然后就没有人听懂我在念什么。我有一次要去中药行买那个豆豉还豆豉，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个我要买豆鼓，然后那个店员就然后我就说就是那个炒菜会香香的黑黑一颗一颗的那个，然后我才知道他不念豆鼓，他念豆豉。豆葛是什么？豆葛是什么啦？豆葛是什么？哦，豆葛啊，是这意思吗？豆葛，你投一个食物好不好？我们现在是食物环节。豆葛 ，OK， 豆葛，豆葛，我们等一下滑到豆葛，我们不会吃豆葛啊，我们只会找一个豆葛可以吃的东西，好吗？狗可以吃，我是也没有吃过狗肉啦，是不用这样啦，我真的没有吃过狗肉啊，但是我听说好像以前长辈当兵是吃过的耶，听说啦。好，我来看第五张皮了啦。吼，好了，来看第五张皮要吃什么呢？第五张皮是什么呢？益生菌。啊，你吃饱未啊？你吃饱未？对，我还真好哎。来点黄连粉降火气。黄连粉不是很苦吗？益生菌，
对我还真好哎，我谢谢你耶，代替花生粉。好，我们来看看益生菌会配上什么。鱼皮，益生菌配鱼皮，那我鱼皮要弄甜的还是咸的啊？移除，目前还没有很糟，没错，我也觉得，其实还 OK。哎，不能，我们不能吃豆汁。差点弄到狗肉，差点这一台就要出事，被人家检举，那个被那个动保协会的人关切了。豆汁，红色一条一条的，这张有点太正常了。这张不是哎、欸，鱼皮哎、欸。有鱼皮耶，热狗也是一种狗吧？对，我们不是要吃什么狗肉，我们是要吃热狗 ，OK？ 鱼皮，什么情况下才会只单独料理吃鱼皮啊？都已经看不到我投的天使选项了，对，真的，又一张包不破的，不是啊，鱼皮好吃啊，鱼皮粥，对，但我其实没吃过，我知道有这道料理，刚刚什么我。少弄什么黄连粉是吧？我要弄 hot dog， 免得等一下人家截图起来，然后说，哎、欸，那个主播吃狗肉，然后那边检举我，白痴。黄连粉，石木鱼好像会有鱼皮啊、哦，对耶，那种厚厚的鱼皮，哎、欸，是不是有一种鱼皮它是很厚，然后我可以拿来？是不是有炸鱼皮啊？有这道料理吗？如果是益生菌，然后反正益生菌没什么味道嘛。益生菌，然后鱼皮，然后豆汁，有鱼片汤，好像有欸，我记得有这道料理。目前组合看起来都还算正常。对啊，我也屁啦，中间那个不是很正常吧？牛肋条跟纳豆跟香菜。我脑袋没有办法勾勒出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你们现在觉得哪一张是最有可能吃到烙塞的？我觉得第二张吧，第二张可能看起来比较像烙塞的。鱼肝油加钙，我要去哪买一罐鱼肝油加钙？欸，我好像有鱼肝油欸，我好像有，我满满的爱心。我只能跟你们说啊，每个主播啊，且看且珍惜啊，你不会知道，他可能开个企划，开着开着就，嗝屁了，懂吗？且看且珍惜啊，各位。并不是所有的主播都能够这样陪你们的，肯定是很好吃的啦。你讲越多，我越害怕。洛克洛斯特，你还是不要讲了吧。什么康喜健钙是什么？这是钙片吗？康喜健钙，对啊，有没有人要放胃药啊？可以有一个好心人来帮我放胃药吗？或者是一个好心人来帮我写一个什么急诊室套餐之类的。健钙，钙钙在哪里？钙钙钙钙，是健钙。沙茶酱，沙茶酱还蛮正常的。饿吃完后面有办法吃吗？好问题。好啦，给你薯条，我谢谢你哦，你好像很仁慈哎、欸。薯条。我可以帮你喂药入菜，不用，你不用让我吃到喂药最好，洛克洛斯特，你不要给我喂药最好。葡萄糖点滴，你还要我去打点滴？我为了吃一片润饼，我要来打点滴。瓦卡摩朵，有，我有瓦卡摩朵。
哇卡 model， 哇卡，确实很仁慈了，我也觉得。到底是折磨主播还是维维？对，哎、欸、哎、欸，对，我这十张我吃不完，是要找人帮我吃的啊。我十张润饼，哎、欸，我有没有在卖那种小一点的润饼皮啊？不然我觉得一般的润饼皮有点太大了。什么奈氏恩定？得喜未通缓释胶囊，我谢谢你给我一个那么精确的胃药、欸、我谢谢你耶，路桥正路丸，正路丸健素糖，哎、欸，你们知道健素糖是什么吗？我还记得，对，健素糖。我小时候第一次吃的糖果就是健素糖哎、欸！啊，你吃饱没？啊，你吃饱没？现在转盘看起来好像凤梨片哦。哎、欸，说到凤梨片，凤梨片好了。哦，没有，我只是想跟你们分享，我其实小时候因为第一次吃糖果，然后小时候其实我们家不给我吃糖果，然后那时候汤爸就偷买了一罐健素糖。然后他就骗我妈说，这个不是糖果，这个是就是吃健康的，所以让我们吃。所以我人生中第一次吃，真的就是吃糖果的记忆，第一个就是真的吃健素糖。然后我永远记得那个味道，但是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当我长大回想起这个味道的时候，它已经不在了。哎、欸，说到凤梨啊，你们有吃过那个达美乐的凤梨披萨了吗？我去吃了，我原本抱着很大的期待，是希望说他可以给我那种就是满夏威夷的感觉，然后结果我吃了好失望，失望透顶，大为失望。他那个凤梨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分店的关系，但是我吃到的那一片是那个口味是就是凤梨只剩下酸，它没有甜，然后。整片你就真的是不知道在吃什么东西，你就会突然很想念那个夏威夷披萨，那个凤梨刚刚好的量就好了。嗯，对。什么绿巨人玉米？绿巨人玉米，没事，睡觉的晚安，睡觉的晚安。产季还没到吧？可是，通常这种东西不都是罐头吗？应该不会有披萨店用真正的凤梨下去做的吧，应该不是都是用凤梨罐头吗？所以我那时候就很难过，因为我脑袋想象的期待的是凤梨罐头的味道，然后结果打开来却不是凤梨罐头，而是好酸好酸的凤梨。对，只能说达美乐我不会再吃你了。哦，但是我们那时候叫了另外一个披萨，但就很好吃，什么美式腊肠吗之类的，那宣传图不是用真的凤梨吗？其实我在想、欸、它到底是用罐头凤梨还是用真的凤梨、欸、它吃起来不像罐头凤梨，说不定是真的就是普通的凤梨。好，我们来看下一张皮吧。来哦来，呸！好像都没有抽到甜食，那来点棉花糖、太妃糖。太多糖了吧？我要去麻烦他了吗？我这块润饼终于有救了吗？好了，接下来的食材将会非常的关键。这个食材可能会影响玛丽未来还会不会再跟我讲话。我们来看吧，到底是哪一个食材呢？希望是正常一点的啦。好了，马上才刚说完，说要给人家好好的食材来做料理，马上就不对劲了。哎呀，我该怎么开口呢？聊天室，请你们跟我讲一下好吗？我要怎么开口？我要跟玛丽说，
玛丽，那个不好意思，我们有一个企划，然后希望你可以为我料理。玛丽会说，说，没问题，把你的食材告诉我。然后我就要跟他说，请你使用镇鹿丸和瓦卡摩多帮我料理。这是什么胃药套餐吗？你要我吃两个胃药？你要我吃两个胃药？玛丽要做一道料理，然后呢，我会跟她说，请你用镇鹿丸和瓦卡摩多入菜，剩下的随便你想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瓦卡摩好了，接下来我要开始烦恼的就是呢，我要怎么跟他开口？这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开口，我是真的不知道。谢谢阿树 Iki 加入母堂，诚心真的不要乱加药。对，镇鹿丸跟瓦卡摩多是可以跟着饭一起吃的东西吗？谢谢道七神明和他的观众酱肉，晚安晚安晚安 ，Hello， 我们正在玩，剩下四张饼皮，然后你们可以用 SC， 只要满150块就可以丢一个食材，然后我就有可能转到他，然后每三种食材就可以凑成一张饼皮，不，凑成一个润饼，然后我就会下次开台的时候把它包在一起吃，但是呢。我们目前最新的开出来的料理呢，是玛丽大小姐的料理，然后她的食材有镇鹿丸跟瓦卡摩多。我觉得我要认真思考一下。你要一次吃十个润饼，对，但是我要找人帮我吃。我如果没吃完，就是我的 staff 要帮我吃，不可以只有我一个人受苦，不可能。我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我们抽一个候补好不好？我们尽量不要给人家麻烦。我们抽一个候补，就是如果，对，就是我们看看，把镇鹿丸跟瓦卡摩多，其实干他们两个能一起吃吗？谢谢追名 U C 加入二十个月大圣母汤，好啦，真的不像食物的就不要勉强。对啊，瓦卡摩多可以移到下一张，我也觉得哎，那很刚好，镇鹿丸和瓦卡摩多很顾味，但是他们两个其实不能一起吃吧，我不确定哎，我可能要问问看我药学系的朋友。谢谢氪金穷四郎加入十三个月母汤，药物混搭还是32后型？对啊，我也觉得。好了，瓦卡摩多留到下一张好了，我们不要那个。给人家麻烦，然后除了大小好，我们再转一次看看，药材类的都要不要先 pass？ 我也觉得跳跳糖啊，包臭豆腐加草莓，你不要再来。伤害我了，你没看到他们正在伤害我吗？你需要这样吗？冬瓜冰茶，不然先备选。对啊，好啦，跳跳糖，然后跳跳糖跟镇鹿丸应该是可以，就是它是可以同时吃的东西吗？还是让投镇鹿丸的瓦卡摩多两位选别的也可以啦。好啊。刚刚镇鹿丸跟
瓦卡莫多是谁丢的？你们可以替换一下。可以吃，对对啦，但是正录完，所以我要大小姐，我要玛丽帮我料理跳跳糖跟我好，你们两个再讲两个东西。我们要正，我们对，但不算食物的，对对啦。好好有第二次机会赚，对，但我可能还是要吃胃药。说不定我这十张饼皮吃完，胃药就会显得非常需要。OK， 吉老回来看到大小姐的料理上榜了，对，但是人家不要麻烦人家。OK， 换成黄连粉哦，好啊。什么？你要我黄连粉配跳跳糖？黄连粉是药哦，黄连粉是药哦，好吧，吃完。感觉不能喝水，对啊，吃药不能喝水吧？包个香蕉好了，好啊，好啊，香蕉。我们换一个好不好？再换一个，那个黄连粉，黄连粉要先把它删掉好了。嗯，这个葡萄糖点滴。可能等一下也要换，如果甩到的话，黄连粉，因为黄连粉好像是药嘛，对不对？好吧，臭豆腐，你要我臭豆腐配跳跳糖，还要配玛丽大小姐的料理，你们这样子不是亵渎人家的料理吗？对不对？这应该是亵渎人家的料理吧？人家做了好好吃的东西，然后被我包在跟臭豆腐、跳跳糖一起食用的东西里面，是吗？是这个意思吗？我觉得如果你们之后看到我玛丽跟我绝交，你们就会一定知道原因是什么。 OK， 你好歹香蕉配跳跳糖吧。没有，他已经选了他已经选臭豆腐跟跳跳糖了。不然我们大小姐的料理再抽一个候补的，我们不要为难人家。 OK， 我们不要为难人家，而且人家应该要，人家他们香香要忙了啦，不要去弄，不要去搞人家好吗？我们来看一下大小姐的料理的候选是什么。威灵顿牛排，威灵顿牛排，感觉没有比较好取得哎、欸，我也觉得，酱油腌制，咸仔是那个吗？现在是蛤蜊的意思吗？威灵顿牛排网购好像要1100耶。对啊，刚刚那个挑威灵顿牛排的给我150，然后叫我去买威灵顿牛排。喇喇耶，好啦，不然我们这三个食材让人家挑好不好？喇哦喇哦哦，咸仔是喇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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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下饼皮二，瓦卡莫多改成香蕉嘛？香蕉，跳跳糖的味道感觉会被另外两个盖住，我也觉得。啊，50分了，刚好，我们来转吧。哎、欸，等一下，我突然，我忘记加那个了，忘记加刚刚那个 CC 丢的了。加哦。甜的要棉花糖跟太妃糖，这润饼好像越来越甜了耶！这润饼好像越来越甜了耶！好了，我们现在有香蕉，有热可可了。接下来我们到底是会转出甜的东西，让这块润饼就是好好的当一顿
甜点呢？还是我们等一下会转到不得了的东西，让这块原本好好的润饼变成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东西呢？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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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到了，这个是什么？哦，干，好甜哦，这一片好甜哦。这一片很正常，但是好甜哦。太甜了吧！甜点有着落了，没错没错，热可可就是把可可粉撒上去吧，是吧？是这个意思吧？欸，我们现在有没有稍微看起来咸？我们现在有一个很正常的甜的了，但是我们有没有稍微正常一点的咸的？对，我整个晚上的救赎就靠这卷了，我也觉得。就目前就只有这卷看起来能吃欸，其他的不晓得现在到底是来干嘛的啊。那个益生菌，那个蚂蚁啊，那个润饼皮包蛋饼皮的啦，是怎么回事哈？可以用热可可酱哦，对耶，有酱齁。牛蛙料理水煮或炭烤牛蛙，我去哪里弄来牛蛙啊？真假啊？第一卷看起来还可以，第一卷看起来有点草本，就是素食者吃的润饼，好像还可以吧。第二章蛮稳的，第二章有你在，一切都变得不稳了。OK， 不稳了，跟今天的地震一样，不稳了。OK。鱼皮可以煎煮也好吃，我真的是没有料理过鱼皮耶，因为我基本上就很少吃鱼，所以也没什么机会去弄到鱼皮。我要嘛买鱼都是买人家就弄好的。第一卷有炒过再包，感觉超好吃。哎，对哦，我可以炒过再。对耶，我为什么要用生的东西呢？我刚的思维一直锁在这些食材是生的，但是我没有想到，对耶，我可以料理他们再包耶。哦，难怪我刚刚一直想说这几片好像其实都蛮可怕。你要这么硬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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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先料理过好不好？当然是熟的啊。对，但是我原本就是可能因为我们家包润饼的习惯都是每一个食材就是单独弄的，然后就是只有水煮把它弄熟，然后基本上就是靠花生酱跟甜辣酱在撑那个味道啊。对，我可以先把它料理好啊。你要生吃豆芽，我是说水煮的那种好吗？就是基本上都是没有调味过的，然后靠那个花生酱跟那个爱滋味甜辣酱来撑整个润饼的味道，所以基本上都是吃食材的原味啊。不然你们的润饼不是这样包的吗？你们的润饼应该也都是那些东西，应该都是味道不会太重吧？都生的话每片都要喂药。不行不行不行，我不想为了开一个台然后我还要廉价大放假的跑去急诊室。对，要放甜的花生粉。对对对对对对，一定要放那个。我有一整个套餐了耶。对啊，我现在还有三片，我觉得应该蛮，我看一下这里面有什么比较可怕的东西。你们对主播太友善了，哪像你投一个什么鲱鱼罐头啊。我真的是星星，我真的是你真的是我真的是你真的是。对啊，确实都是水煮的吧，没有润饼皮在，没有润饼在那边吃，真的就是里面味道很重的吧？还是什么会炒过吗？顶多就炒过吧，可是炒也不至于到很重的味道吗？转盘已经看不见字了，超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字。我有还有投愿饼啊，对耶，今天是不是都没有刚好没有转到星星的？
抽到榴莲的话呢，我们今天抽到蓝纹起司或者是榴莲的话呢，我们就会请我们最厉害的动画师，最顶的动画师，台湾最最最最最最棒的动画师陆桥老师来陪我们一起吃这个包着榴莲和不知道什么虾米挖沟的润饼。他刚自己讲的，不是我讲的，对，他刚自己讲的。所以呢，如果我们今天有转到这两样食材的话，我们下一次开台呢就会有幸邀请到我们台湾最顶的动画师陆桥老师来陪我们一起参加这个疯狂的润饼派对。谢谢陆桥老师，没错， respect， 他的牺牲一定会成全我们的节目效果，阵容太豪华了吧，没错，看，为了你们我的企划用心良苦，连 Wakamoto 配正露丸这种东西都搞得出来，要不是刚刚大伟伟在 DC 一直敲我说你不要闹了好吗，我可能真的会这么做。我可能真的会去找一罐正露丸和一罐瓦卡莫豆，把它包在一个有着大小姐的料理的润饼里面，然后自己吃掉。救救大伟伟，确实药品还是不要开玩笑的好。对啦，我刚刚可能一开始真的没有讲清楚，我一开始其实真的是讲说能吃的东西，但是药也能吃，但是我没有想过你们的定义是这么的广泛，你们很会举一反三，你们不止很会举一反三，你们还会举一反三十，举一反三百，举一反三千，你看像旁边这个齿轮，不是旁边这个齿轮，旁边这个转盘都不知道已经现在有多少个选项了，你们真的是很会举一反3682万不知道几个选项，不客气。益生菌算不算一种药品？益生菌还好吧，益生菌不是有那种就是加在牛奶里面的那种益生菌吗？我是吃那种啦，就是可以加在食物里面的那种。好，我们来看，很苦很苦的苦瓜，你确定我不吃苦瓜而且我要怎么确定它很苦？好了，我们来抽第八张了，来咯，好怕哦，你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在抖吗？好怕哦，前几天我说要开这个企划，就有人说要丢这个东西了。淀粉加淀粉，芝心蛇圈圈。我还要看一下它到什么时候万一我要弄的时候它已经没了怎么办？这个你用剩的给我吃，好，我用一块就好，然后剩下的给你吃，好不好？得得，就这样，我们说好了，切一切放进饼皮里。可是我不确定这个芝心蛇圈圈到什么时候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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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仔小馒头好像是成立的耶。这两个东西搭在一起好像还好，并还是淀粉。对啊，这一卷怎么了？这一卷怎么了？怎么都是淀粉？全都说到七号哈，可是那这样子我要在七号之前就搞定了。康喜健盖是什么？是钙片吗？我们要不要换一个啊？刚刚投那个康喜健盖的，对啊，我再抽个候补吧。对对对对对，或
或者是刚刚丢这个康熙建盖的人如果在的话，你可以直接指定一个鱼油加盖的那个吧。所以他是鱼油加盖吗？他不是顶楼加盖哦，他是鱼油加盖哦。噔噔噔。就类似钙片。刚刚那个投这个的人在吗？不在的话，我们就要投另外一个候补了，因为刚刚那个是算保健食品，还自己配音效欧亏，鱼油加钙，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我们要请陆桥老师来吃这个了，我们要请陆桥老师来吃蓝纹起司配知心蛇圈圈配旺仔小馒头的润饼啦！哇，陆桥还敢皮呀、啊？陆桥当真的不会转到你呀、啊？蓝纹起司夸胡，陆桥老师得吃。你们有发现刚刚有押韵吗？没错没错没错啊，还爽呀，太爽啦太爽啦，这是太舒服啦，太棒啦，陆桥老师，陆桥你还敢皮呀、啊、这完全就是淀粉加起司而已。对啊，哎，真的哎，这个有点正常。这一卷好正常。嗯，很下酒，超浓起司润饼，我觉得这个很赞耶，我觉得完全就是 OK， 完全就是 OK 的选项。很适合配酒的一卷，没错，超肥。我们刚刚要转到什么？我们要现在要等到十分吗？还是我已经其实已经过时间了？让我休息一下，我来看看一下。我来想一下，下一次我要什么时候来开哦？豆芽菜过尿，我还要去借人家的厨房哎，才有办法开这个。上一份是糖分润饼，现在是淀粉润饼。真的真的，怎么会这样呢？我还要去搞来一个蚵仔煎溏心蛋，我知道超商好像有，但蚵仔煎好像真的要去超夜市那种地方才能拿到啊。牛肉条可以冷冻吗？牛肉条要去那种肉铺买，可以去租上次我跟玛丽用的那个地方。没有没有没有，我有地方可以去，我有那个可以用的厨房可以用。我们其实不是转盘润饼，而是主题润饼，对吧？对耶，我这什么狗屎运啊！来份卤味润饼，鸡爪百叶。哎，对耶对耶，全联本来就冷冻的哦，那就好了耶。我想想看，等一下如果有什么百叶啊，然后鸡爪啦，然后还有什么，我看一下有哪一个东西看起来像是卤味会出现的，沙茶酱或者是烤鸭这种东西出现的话，就凑成一个卤味润饼了耶。对啊，我们等一下一定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现在还没有出酱料，对对对，哎，真的耶，你们要不要投一些酱料啊？不然我吃这些饼好干哦。现在只有我看一下有什么酱，冬泉，还有什么炼乳，炼乳算酱吗？还有什么，看一下还有什么酱。问就是冬泉，冷静点冷静点，速度真的要变卤味套餐了啦。等等，整个饼皮只有酱料，那我这
整个饼皮只有酱料，那我也是很厉害。真的假的？我们等一下会不会真的？等一下，整个饼皮就是什么沙茶酱、东泉酱，然后跟那个炼乳，然后这几个就放在一起变一张皮。看我为什么？我为什么要让他们有组合的机会啊？奇怪了，我原本只是想说啊，只是转食材，好无聊哦，让他们有一些蹦出新滋味的机会。好了，我现在搞到自己了，我觉得，我开始有点后悔了，我都搞到自己了耶！爆辣朝天椒酱啊，真假？黑轮欧勒，黑轮加味的皮，对啊，它就只是有味道的皮而已，蜂蜜哦，没有人投蜂蜜，还是你要投蜂蜜？这样子我们的酱料就会多一点了。那个酱某个部位会很痛苦，泰式酸辣酱。好了，我们的酱料的比例越来越，我们等一下会不会投到一个什么沙茶酱，然后配西瓜？我会疯欸，我真的会疯。还有什么苏丹来的辣椒粉、炼乳鱼露？欸，鱼露，我还要去那个，就是那种东南亚的，就车站附近。会卖那种东南亚调味料的地方才买得到欸，全联是买得到的吗？很呛的芥末酱，你这个叫我吃那个山葵是有什么差别？很呛的芥末酱，麦当劳糖醋酱，我中午才吃欸。全联就有卖鱼露了吗？太好了太好了，这么好取得的吗？太好了。现在我比较怕的是炼乳跟咸的东西出现在一起，不用特意去买，去东南亚餐厅就免费。不要，我们不要去 A 人家免费的好不好？如果全部都转到酱，麦当劳蛋卷冰淇淋算酱吗？听说台北人都会拿来沾薯条。我想一下，我会啦，偶尔，但不会，通常不会点蛋卷冰淇淋，因为它已经很贵了。我还有印象的时候它很便宜，所以我才会点它。但是现在蛋卷冰淇淋太贵，我就不会点它。我喜欢沾冰旋风。对，就真的要吃的话，你吃饱没啊？你吃饱没？维力炸酱，芝士酱，维力炸酱跟芝士酱。好了，我们准备要开始了。我们来看看这张皮会不会变成酱呢？来，我们来看会不会酱呢？会不会有酱呢？快点！我需要有一张有酱的皮。月桂冠清酒够水了吧？这跟刚刚投生命之水有什么差别？月桂冠清酒。好，我们来看我们有没有办法，有没有机会吃到一个。有酱的呢？酱吗？真的是酱吗？完了，这一张又要变甜了啦！统一布丁，我开始有不好的预感了。他等一下会不会甩到沙茶酱？会吗？不会吧？不至于吧？魔爪。这张好湿哦，这张润饼皮好湿，有水了，真水，可以，魔爪也偏甜呢，对啊，魔爪啊，太湿了吧，我觉得有点太湿了，可不可以有一点干的东西？干的，什么？绿巨人玉米，
玉米配布丁，哎，好像有这种东西耶，是不是有一种早餐店的东西，然后它就是什么玉米跟布丁尬在一起，然后炸的，是不是有这种东西？绿巨人玉米，啊，哈，可以用吉利丁做成果冻状包进去。对啊，对对对，玉米布丁酥，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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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要炸哦，那魔爪怎么办？我要拿它去沾魔爪吗？好的，我们现在是统一布丁、魔爪、绿巨人、玉米，当酱汁哦。哎，对，也可以当酱汁哎，把统一布丁跟那个玉米拉拉哎，然后在那边沾魔爪。一口润饼，一口魔爪，有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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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爪勾芡，屁呀、啊，魔爪最好能拿来勾芡啊，加进去煮到收汁，你魔鬼吧！啊，碎哦，真的，真的太湿了，这张润饼真的有点太湿。好了，我们今天最后一张皮了，我们今天除了香蕉、热可可、小熊软糖那一片以外。好像意外的还蛮啊，还有那个芝心蛇圈圈、旺仔小馒头跟蓝纹起司这一片还也还算正常，然后第一片也还算正常，啊，其他的就是不晓得在冲啥小湿润饼，不晓得等一下最后一片有没有可能都会是酱啊？如果都会是酱的话，那就超好笑。我想想看哦，应该够我买这些食材吧。比较难弄到的就是阿里山山葵跟蚂蚁而已了、啊、还有鱼皮跟豆汁，最后一片希望是咸的。对啊，今天都没有咸的耶。第二片要看阿嬷稳不稳，我先吃颗胃药啊，在我吃之前我会吃胃药的、嗯、皮蛋加哈密瓜一定很精彩，并没有，我们今天没有皮蛋跟哈密瓜的选项，你哪一只眼睛看到了？并没有 ，OK？ 还有什么？威灵顿牛排、豆腐乳、豆腐乳、润饼加蛋饼皮，真的很酷，要多皮。润饼皮包蛋饼皮，超好笑。豆腐乳让会煮的人处理应该会好一点，还是我要请来我们的最顶级的大厨陆桥老师，请他来料理料理这十片东西该怎么搞。毕竟他要来吃蓝纹起司嘛，对不对？那就看起来是 OK 吧。我今天经过蓝纹起司，然后才在想说它是那种很臭的起司吗？结果就看到有一个人买，然后他闻一闻，然后他脸上明明表情是很揪在一起那种呦的那种脸，但是他却买了两块，然后我就心想啊，所以你的刚刚那个呦是很爽的意思吗？你就喜欢蓝纹起司那个臭到呦的那种感觉吗？然后你买了两块买回家吃，还是其实他是要送人？有人喜欢的臭味啊！我好像我有吃过蓝纹起司吗？好像、没有、我没有吃啊，我只有吃过别的起司，然后真的是臭到我直接吃一口，然后那个味道才刚进去，然后我就直接吐出来。然后但是那个起司店很贵，所以我吐的那一口可能就。是别人请我吃的，因为他很想吃那家店，然后他就找我吃，然后我就去吃，然后吃了各式各样的起司，基本上八成的起司都不错，但是只有两成的起司我会吃一口然后就直接吐出来，我没有办法，那有点超乎我脑袋里面有对味道的建档的极限，它会让我的脑袋直接宕机。蓝纹起司加鲱鱼罐头，你先试给我看好不好？你去试试看，我就吃，好不好？你先吃，我再吃 ，OK？ 你就算吃了，我也不会吃 ，OK？
比较多是配着吃，是配什么？配那个什么荔枝饼干吗？是这样吗？蓝纹起司配无花果很好吃。那我可能是因为没配东西，然后直接单吃蓝纹起司才会觉得说，啊，这什么味道啊？要杀了我吧！题外话，那个知心蛇圈圈，我查了一下，看到资料说要卖到4月7号，我不知道会不会延长啊，所以我一定要在4月7号以前取得吗？要用影片证明啊？你可以转一个替补，知心蛇圈圈，还是我们到时候就去跟他买？哎，我记得必胜客不是有那种？就是那种点心，然后它是一个面包皮，然后里面有包起司的，那个也可以拿来。应该说，知心蛇圈圈不就是那个东西组成的吗？那我其实可以单买它一个那样点心，不是吗？这样也成立吧。反正必胜客的东西冷冻几天应该还是可以吃。也是，我还在想说，我凑齐这些食材大概需要多少时间？里面全联没有办法取得的东西，可能还要那个阿里山山葵，我等一下可能要去虾皮找一下，然后我不知道他会送来要多久，我有一堆东西要吃完。对，润饼皮里裹草莓酱加蟹肉棒，草莓酱加蟹肉棒，你们有吃懂一个东西吗？我前一阵子看到詹姆斯在吃那个肉松草莓吐司，然后他说他没吃懂。其实我大学的时候也没吃懂，我也不知道那东西为什么会出现，但是我有同学很爱，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很爱，但是我不确定。等一下，是不是在咬？赶紧拿欸，又在咬。没事，我刚看了一下我的那个书柜，我觉得我书柜快倒下来了。我书柜在旁边，我觉得它快倒下来了，我是不是应该等一下赶快先把上面的书都先拿下来，它才不会直接把我压扁。矿泉水，你真是很仁慈，你现在是那个已经要玩完了，然后那个突然良心发现是不是哈？我们来看最后一张吧，很水哦，来看最后一张要是啥吧，来吧来吧来吧，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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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到底有几个跳跳糖啊？啊，他还有先决条件呢，要先被魔爪弄湿。我要先把跳跳糖放在魔爪里面，然后再来放在这个润饼皮里面吗？为什么？你一张魔爪可以吃两罐，两张。你一罐魔爪可以吃两张，欸，我谢谢你。跳跳糖不会融化吗？对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对啊，不会化掉吗？对啊，有个搞缸的，我原本只是要来包个润饼。你们可以再折磨我一下，没关系。哎，有酱了，有酱了，芝士酱，芝士酱配跳跳糖是什么味道？芝士酱，对，是你的甜咸组合。好，那接下来我们如果有一个肉类的话，那应该会很完美。我们今天最后一转了，来吧，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转是什么。我来看最后一转到底是什么肉类呢？热可可刚刚是不是弄过了？我忘记把它移除了，拍谁？最后一个会不会是肉类呢？是吗？是吗？是吗？
虾子，虾子配跳跳糖配芝士酱油，有吗？肉类，对啦，是肉类啦。虾子好像勉强还行，对，有一点凤梨虾球的概念。我太好人了，对耶，是甜虾的概念耶，它可以变成焗烤虾子。那我是不是其实可以把虾子然后弄上芝士酱，然后撒上跳跳糖，然后给它泡魔爪，然后这样子给它去烤，这样子好像是成立的耶，好像有料哦。哎，可以可以可以，哎，没错。好啦，感谢你们，我要先去确定说一些比较难找的食材大概要什么时候才可以拿到，例如像那个阿里山山葵，然后跟蚂蚁那些东西，还有什么鱼皮豆汁，这些东西我比较难取得，所以我要先去看一下我多久才可以拿到，然后才可以跟你们确定下一次要来开包这些的时间。对，好，那我们再来做个整那个做个什么做个统整吧。第一张是豆芽菜阿里山山葵过喵，这应该会是一个炒菜素食的组合。然后第二个是蚵仔煎溏心蛋跟阿嬷要毒死我的东西，我希望他准备的东西是可以跟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吃的，希望我到时候有办法看这场直播啊。对吼，我尽量好不好，我尽量在你进去以前好不好，我尽量，但就算没有的话，就算没有的话，就对你只能不打了好吧。然后再来是牛肋条纳豆香菜，这个其实好像我只是担心，比较担心纳豆的味道而已，因为我真的没有吃过纳豆，完全不知道纳豆是什么味道。蛋料理妥的，我的命就在你手上了，洛克罗斯特。然后再来是蚂蚁哈密瓜蛋饼皮皮包皮，皮包皮，皮包皮的蛋，这润饼到底是什么鬼啊，我真的啊。然后再来是益生菌鱼皮豆汁，这个我还真的想象不到耶。第五张反而是我最难想要怎么料理的，豆汁它就是放在那里面。然后再来是大小姐的料理，我会先去问问看啦，如果不行就我们就替换变成威灵顿牛排，然后臭豆腐跟跳跳糖，今天也太多跳跳糖了吧。然后再来是香蕉热可可跟小熊软糖，这个是非常今天算是最安全的一个了。再来是知心蛇圈圈旺仔小馒头跟蓝纹起司夸胡陆桥老师得吃，这个应该就是那个啦，就是起司跟面饼皮的味道而已了，这个应该也蛮稳的，下面那两个是蛮稳的。然后统一布丁魔爪跟绿巨人玉米，这到底是什么鬼啊，什么味道啊，好难想象哦，什么鬼啊。然后再来最后一个是被打翻的魔爪弄湿的跳跳糖，太多太多先决条件了，投这个的人你有什么毛病啊，你今天投食材投一个怪怪的东西就算了，你还要这么多先决条件，你搞死我啊。再来是芝士酱跟虾子，这看起来就是一个焗烤甜虾的一个走向啦。好啦，那下一次什么时候要来包这些润饼嘞，就是我弄到这些食材然后确定环境可以拍的时候好不好，好不好。好啦，那感谢今天所有来参加这次润饼安价，这应该其实算是润饼安价啦，就是润饼食材的观众们。那我们下次见在什么时候，礼拜天我要去阿基那边玩山羊，下礼拜不知道，看情况好不好。
好啦，下礼拜再说。好啦，感谢你们啦，感谢感谢感谢，拜啦，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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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我们顺便去看一下要去哪里好了。拜拜拜拜拜。